closer. Like when I talk to her, I feel like she's with me. 剧情中和电脑虚拟人物谈恋爱，语音对话，迷人声线温暖了男主角心房。电影剧情虽然听来不可思议，但现实生活真的有人因此坠入爱河，甚至成了有心人的诈骗手段。 台中一名实习男子因为房屋买卖认识一名许姓男子，对方得知实习男子想交女朋友，竟然介绍自己的前女友设下桃色陷阱，诈骗700万。接着又一人分饰两角，以虚构人物身份和对方谈恋爱，最后连自己的现任女友也加入骗局，谎称是牙医师芯片诈术。4年来得手上千万。实习男子更在诈骗过程中一人分饰两角，甜蜜攻势让被害人卸下 下心房被骗的团团转，常常都是透过网络交友或是通讯软体交友，但是你跟他在对谈的过程或聊天过程中，其实你不知道对方真正的是谁。两性专家建议，男女交往谈到钱伤感情，需要长期相处、言行观察，或者对方和家人相处关系都要纳入考量，才不会一时栽进了桃色陷阱，最后人财两失。记者连渊冰、陈梦回，台中彰化报道。